这就是西米，等会儿西米虫，对，西米虫，它这个就是这个西米树在这留着腐烂两三个月之后，就会长出这种东西。等会儿，先拍。如果你不想虫子的话，它一爆到嘴巴里，就有点像那种珍珠，就那种蛋白的味道，有点蛋白油油的，就是这个皮有点难嚼。对 ，Queen， 我身后就是在整个日挂多尔以及秘鲁以及玻利维亚非常非常风靡的一种饮食，就是烤豚鼠。前一段时间我们去奥塔瓦罗看到很多那种活着的豚鼠，而且被辛巴抓了一手毛的那只豚鼠。其实这个东西啊，他们当地人已经吃了几千年时间啊，味道特别特别的好，味道介于鸡肉跟猪肉之间，很嫩很嫩，而且最重要一点，它营养价值很高很高。这是什么？你敢吃吗？哇、哦！咬一口，对，就抓一手毛的那个，什么味道？我们还有一碗那个血，是猪血，以后是生吃的，以后炸好了算了，那就是辣椒粉。割的那个血，你看都是液体的，一碗红红红的血。OK， 这个是炸好的柠檬叶，也有炸好的猪肠。米烧，米烧，米烧，来了，来了，这最贵贵难的哦，贵有贵吧？专业，还是得两百块一斤的啊？两百块一斤的啊？那这边够啊多？这贵，还是那个那个那个？五百，四五百，四五百，咱减七百，七百了，七百跑的哦。